全臭吧，配多少钱？卖啥钱？一年配十几万？这不是说明卖对了吗？玩的。有喷漆没？没有。这是你的一手车。啊。你当时多少钱？多少钱提了？那时候是33.7万，33.8万。也在。22年。你那时候磨针钢的行情了吧？没有，那时候就原车价买的。原车价。现在加了1万。对。这车你应该是买完有半年之后开始少优惠了吧？对。你这一批算是。也是弄的坑得很。咦，别让伙计买那么强，他是铁粉提车，可还没啥可讲物。哎呦，那心里头再给吃个苍蝇了。看到前一天买了，又找人家3000多块钱。为啥又找人家3000多？他分期。分期吗？分期啊，他的车价还不够还分期了。你这全款分期？都是分期。还清了吗？没了。他差多少钱？3万左右吧。现在5万多少公里？5.7万。5.7万，这车呀真是降了头疼。现在 L 系列了也开始降了，L7、L8都优惠3万多，它越优惠，这车它越降。它买的再贵一点，人家都买 L 系列，都不买这东西了。有道理。车主是你本人不是？不是，车主是俺嫂子。你征信不中还是啥？上他了没？征信不老好。这换上没事吧哥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哪有啥事呀？保险一回没报过？没有。啊，你开车不充电天天？那是原来新米开着充电。新米理想是最多了，原来是8道，现在理想。8道都换了。人家说全国理想看郑州，郑州理想看新米。你有病！哥多少钱？你说呗。再说2.5，这弄个灯。让个整备检测了、这昨天都跟你说了，你可没说、你等一下，我没跟你看看咱俩聊天记录。左后保险杠有点小刮子，有点刮蹭、你没说等哪里？真的哥，我来的时候我又想了想，我分析了分析这车呀，还是2.5还是有点贵，正儿八经了。缺臭吧？啊？哎，啥车一年配十几万？那这不是说明卖对了吗？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你让个整备检测了，让个喷漆件，换个后备灯。这啊。这车绝对会卖这劲儿。我昨天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电话都没看车，人家都报20出头，骂的头。然后来这给你19万多，这正常正常逻辑都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哥，这车我来之前我都说了，哪一样都不占，就占个性价比，就占个便宜。但我自己研究，它便宜它不是多便宜，玩的。他说哥，你不加的钱是，你还加吗？换款我给你打多少钱？你看这分期款大概是13万左右啊，你还再我打5万、那都不可能，那都谈不成了，这都20万的车，我给你打10万是正常逻辑啊。你算算，现在是分期款，我给你打13，我再给你打5万，我给你打18。你说实话，这车你就是18卖给我，你让我打那些，我都有点犹豫。我最多把分期款给你换上，你催这手续几天都下来了，从那摸个钱，这不妥了。你要打那些的话，确实没法打。按这我这打钱还是打了比较多了。现在不是比较有点特殊情况，好就打了啊。啊？Later， 车主这边去打电话了，看能抽来钱不？打太多不敢打呀，老干这事可不中。现在他怎么怂呢？